今天呢我们在尔湾来看新房。那么尔湾呢，我们今天要来Potala Springs 来看新房。那么尔湾新房啊，它有几个区，就是花果山、Potala Springs 还有大公园那边。那么最近新盘出的很多，花果山那边地税呢大概是 1.3 到 1.4 左右，大公园那边呢是 1.9 到 2.0 左右，那么 Potala Springs 这边呢是 1.5 左右的地税。据区来说呢，花果山是最好的，999和990，大公园呢是97，花果山这边呢也有97的学分，然后也有一些新建的小学还没有评分。那么以地理位置来说呢，花果山的地理位置它的周边绿化更加好一些，那么 Potala Springs 这边呢它的交通更加方便一些，临近森林湖，而且它上各个高速公路都很快。大公园呢跟 Potala Springs 挨得很近，那么他们两个呢离 Alter 都很近，去森林湖啊，或者是去尔湾的TVT 私立高中啊，还有巴塞罗那光谱中心呢，以及海滨城市都是非常近的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盘呢是 Elderberry， 它有三个户型，那它的户型呢是2800尺到3000多尺之间。这个户型啊可以说是很多中小型家庭非常喜爱的一个户型，因为它的户型足够大，房间足够多，而且呢四面空间都非常的宽敞。那我们今天呢会从1、2、3三个户型一起来参观一下。那它的价钱呢是132万美金起，132万到135万之间，那么尺寸呢都是2800到3000尺之间。那这边的学区呢，它是小学是 Loma Ridge 的小学，初中是 Jeffrey Trail， 那么高中呢就是 Potala High。 它的物业费也很低，是139块钱每个月，然后它的地税呢是 1.035， 再加上5500块钱的城建税吧，所以 overall 差不多 1.4、1.5 这个样子哈。这小区一共有86栋房屋的小区，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先看一看房子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要联系我Mina哦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参观了。你好，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一号户型。1892尺到3042尺，4到5房，4.5个洗手间，双车库。那它一进门右转呢，就是有一个楼下的必备的套间。套间呢是带有洗手间的。外加煎 pancake 的。
间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在这边加一道墙，并且加一个 closet， 把它变成第五个房间。是两间次卧，共用一间洗手间，一间次卧单用一间洗手间，然后另外呢是主卧。如果选择把二楼的 loft 升级成一个卧房的话，可能就要产生三间次卧使用一个洗手间的问题了。所以说在权衡要不要加房间的时候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个小小的建议哈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户型一的视频，接下来呢让我们去看一下户型二。户型二的尺寸跟户型一差不多，也是thank you.
达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式的客厅厨房餐厅的 area。 那么它的中岛呢是正对着客厅的，可以看电视。那么这边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间。或者是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也随时欢迎哦。我是 Mina，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